Our tire is broken. It's cannot walking anymore. Where you come from? We come from Taiwan. Taiwan? Yes. OK. 他跟后面的乘客讨论这样的状况，他们也没有工具。大哥开始拨打手机的电话，但也因为这里讯号很差，还有现在这个超早的时间点，结果东马沙巴人直接原地把我吓哭，因为这轮胎已经走不了了，然后这里又完全没村庄，然后查村庄要1个小时。 他突然走向驾驶座，我以为他放弃，或许会如我一开始想象常态的走向离开这里。结果他把车开到我们的前面，用马来语请后座的乘客一起帮忙。嗯，Thank you a lot。接着，所有的男生下车，跟他想一起吆喝的节奏，一起卖力的把摩托车抬上汽车。哇，但是要扛的，我们硬把扛上去。我看着眼前这些陌生人在忙着机车。 追求且珍惜的旅行的意义。哦，对了，还真的是用钱买不到。